少年打拼艰苦，啊，饲囡仔大细安，你艰苦无要紧，一老你都爱有家己为社会付出，有做有意义的，安尼才有价值。官样无不当嘛，要享受享受。啊，人享受，你看人咧享受，人啊是真实带来福。有种迄个因，才有迄个果；你无种因，因哪有迄个果？你要享受，你都无做好，要怎享受？银行你都无去提钱去行，你是要多领钱，对无？你无去做福，要哪福？啊，福是毋是用机会，是爱去做才福呢？特别甲留起来，纪念啊，送的啊，这阮老公的，这伊裤带头，你讲裤带头，我叫什么裤带头？这块，这块就是伊的纪念啊，伊咧用的啊，摕去当，啊到的时间到啊，讲今我裤带头摕去当20,000，你去摕，嘿，啊，就钱寄伫当啊，就变我的啊，无这较早就伊的。迄收欠济，就是伊要做啥物工课，我拢惊伊做了伤忝，惊伊做无法，伊家己一个人做无法，啊，搁看伊袂着，照顾伊袂着，我这真细欠。我毋知讲我你个靠山，即个家庭会安尼，我讲我要食菜，啊，毋着只安尼就食菜。讲到伊，伊想着讲较早，伊拢过去啊啦，那是讲会感动安尼啦。我嘛是讲，伊就是带我入门，无讲好嘞，我拢惊我遐走行出街，啊，都嘛是来感恩。李兰的先生伫十几年前往生，迄个时阵，伊拄啊好到伫环保站。哟，你哦，啊，你会当出来做真好呢。老，快了，准备拜。哈？快了，准备拜。啊，即嘛好啊啦。哦，安尼就过关啊啦。嘿啦，我拄者足需要你的，我过足需要你的，啊，身体健健康康出来付出。无啦，迄家人拄者人拄好，拢找无人嘞。你讲，讲做这环保吼，心情快乐，有运动，身体好。啊，咱迄个少年拢为家，为迄个家庭，为囝，有一个家付出来生活。啊，咱即马如做啥，无用用安尼过，安尼有出来有朋友。伊讲，家己真幸运，因为无用做回收，互伊无时间悲伤。颠倒是规天出出入入，日子过甲真充实。到早，来到早。因为环保站拄仔好伫个大汉后生的厝边，自从先生往生了后，李兰就伫个家做环保，虽然会忝。但是做家真欢喜，嘛真骨力伫咧学。譬如讲，塑胶袋仔的材质有几种，要安怎分，伊拢记条条。哇，面顶这咱的鞋啊，的五号的爱注意哦。五号。唔是啦，有迄、那个。棉被的迄衫号袂当落去啊！我摆迄，我就甲讲做注意，迄起起的迄啊。迄袂当落去，你要个？这款号衫我做起。嘿啊！啊，着鞋啊，着放鞋啊，啊鞋啊，这有二号。啊，有的衫的着是五号的 ，PP 的着是三种的，迄洗洗刷刷的，迄着叫做 PP 这啦。这个 PP， 啊，若较厚的就叫做 OPP， 啊，这就算 PP 尔。啊，花啊，就是 PE 的，这种就是叫做花啊。这，嘿，这就叫做花啊。阮做足久啊，啊，应该拢有去参访，有去学。诶，啊，豆豆就豆豆记，啊，这变化就足大。像这个看嘛五号的，但是这是二号的。伊个网络吼，都无同款，你手摕着无同款。迄摕过清理着，着啊，这着这个安尼，就是差这个啦。什么东西哦？反正袂有当时要爱，有当时无爱。迄天我朋友就甲我讲要爱，啊，搁我搁叫头一礼拜来讲，迄无爱。
你看嘛嘞，你看阮含宝无咧惊臭，无惊乌，呵呵呵，有无？啊，就是逐工用这份啊，用就是你含宝砖啊，若无啥物活动就是含宝砖。即卖这都算算咱的职业啊。你未来要行路都是这個。问伊是安怎要这么坚持做志工？伊讲过去做主家的生理真辛苦，即马做环保拢免烦恼，学会晓真侪代志，变甲无同款啦哦。伊早袂是行入来做者做教练个性，因为老公习惯甲咱无共，运动嘛有啦，爬山嘛有啦，啊，甲有当时也去满足啦，啥物拢会。啊，我也习惯，四十摆我看过，我拢会晓呢。我讲这种咱唔好学，会晓是会晓，咱看唔好学。会甲念，会甲讲，因为习惯无同，对遐伤悲。啊，伊算损失无济几万块啊，我拢有甲嫌。啊，尾也唔知安怎有一输济五十万、六十万的，我拢唔知。厝，阮囝仔一间厝，提起落去我都唔知，到尾也才知。再讲啊，还唔是办法，见过面。你怎甲念？念念，伊就是人讲，会大声会甲念啊，佫会气性地，佮会气较动手的，会有当时啊出去几日工，你袂记要掠讲，哎呀，啊袂有改作侪，念念袂有就惭愧，我也接受了，我习惯爱改。啊，你来改会怪，有人改会怪啊。会啊，嘛爱改啊。啊，你是安怎改啊？啊，都看上人开始啊，哎，笑，那讲讲吼，哎，那讲安尼。讲话讲开看呢，嘛是一个业呢。啊，业你若讲出来，讲这个歹的习惯出来，啊来去做，啊就成这个业。上人安尼讲，咱就想讲啊，咱来改。对啊，啊你做志工做安尼做，啊了脾气就发干呢，会受功德啦。对啊，我嘛想讲，啊咱这么做，等一支嘴细细念，就老了了。啊出来就是要做，唔好一直讲话，所以唔好想济。会啦，讲一半句啊啦，啊唔过唔好一直开讲，啥物直讲，手就休困。对不？你是讲安尼简单，需要讲讲，阿你我讲个，啊，不过你手毛歇，对不？阿你一直讲，阿手就歇困啦。安来做掉啊？会，感觉你足爱做呢。你若无感觉讲，那无啥物件，出外口拢去摘去收呢。我阁有走工地捡，我车头遐，我阁走遐捡。你感觉吼，这上人的德行足好，你即摆就感觉足爱做。感觉吼，你要做环保，袂讲想讲垃圾物咯，袂呢。你唔知你卖迄五百字，有这个缘安怎？啊，应该佫甲老公拢有机会吵吵闹闹，会来做心情快乐，迄拢袂记了了。阮老公敲来阮囝讲，你去环保站看嘛，太买一个物件，那买一久拢无转，来看我阿弟，人出来顺街啊呢。讲啊，那门拍开，佮你家己佮底下做，做都唔太人走哩。上人无叫你安尼做啦，是你家己足爱做，你无叫你安尼做，迄正经迄无困白菜。很蛮拼命在做，就是只要他有空有时间。然后像我妈妈，她其实不太识字，可是为了慈济，她其实就是去国小就去念那个不孝嘛，进修学校，就是她去学，然后就每次都很认真在看那些经文，而且我觉得她动机好强，就是好认真好努力哦。有比较就是在，因为我妈妈是那种个性比较急的人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有点。急躁的时候有时候会念什么的，那其实在接触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有比较好，因为譬如说他必须跟很多的师兄师姐沟通，那我们有时候就跟他困扰说啊，你自己做慈济哦，你安尼袂使哦，后来你安尼啊，那就然后他就在那边笑一笑，就是有时候就会拿慈济来跟他说，你这样子，哎呀，你安尼没来跟他讲，那而且我妈妈就变得很会讲一些祝福感恩的话，有时候就觉得。哇，你好厉害！我就是觉得他可以讲一大串，因为有时候，比如说过年啊，我妈就会说啊，祝你怎样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从别的师兄师姐那边学到一些菜啊或手艺。有时候我们回来，我妈就会做，跟我啊，这我可以学的，好啊，这样那就好家里吃快嘛，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慈济它就像一个大家庭。其实妈妈从这边其实也就是认识了很多人，然后也有比较丰富她自己的生活的。
这厝边人下，学到迄款的汽车行、甲素食店，啊，甲厝边人嘛提来下。啊，拢你家己一个处理。嘿，对，拢我家己整理。袂啦，整理嘛紧紧啦，嘛袂甲来学。我是讲，用囥这吼，会甲人定位的呢，啊，人会无方便无，伊讲无要紧，你囥。伊这个为着大家，因安尼讲，讲这为着大家，唔是环保为着大家，扛无要紧。有当时啊，生理好就足济，你就要赶紧整理，袂讲定位。人爱有一个心理寄托，有一个意念在做，爱有安尼。我感觉做这嘛趣味趣味啊，无做一直咧挂碍。伊就少年，打拼艰苦，啊，饲囡仔大细，安尼艰苦袂要紧。一老，你就爱有家己为社会付出，做有意义的，安尼才有价值。看伊啊，无斗无买，会享受享受。啊，人享受，你看人咧享受，人啊是情绪带来好，伊拢毋免想伤济。看人咧安尼来安尼，人迄种福早就带来，毋是有种迄个因，才有迄个果。你无种因，因哪有迄个果？你要享受，你都无做好，要多享受。银行你都无去提钱去行，你是要多领钱，对无？你无去做好，要哪好？啊，福是毋是用求的，是爱去做才有福呢？你都无去趁来行，你是要多领钱？逐工领是要多领钱？我毋知，毋捌你，啊，都讲个毋知对毋对哩？较早为着家庭打拼，李兰即卖拼命做，是为着环保的付出。虽然年岁真大，搁骑着机车拍拍走，后生查某囝也感觉伊愈来愈独立。就是以我们这子女来讲，我觉得妈妈她有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可以去发挥她的舞台，我觉得这个也很棒。可是我觉得我妈妈有一个部分是，我自己觉得后来还蛮开心，就是有时候我买东西给我妈妈，以前我妈妈公公被这边冲下，无猜忌，买买买，好。可是慢慢的就会发现说，哎，现在买给她，她就会说啊，安尼偌济吼，安尼哦啊，这贵安尼歹势，安尼好你买啊，就感恩呢。我就会觉得说你会很高兴是。同样是你对妈妈的孝心，以前她就会觉得舍不得你花，就会念你一顿，希望你不要浪费钱。可是其实我们是发自内心，其实是很想孝顺她的。那但是她现在的想法就不一样，像这几年她都会就是你买什么，她说哇这么漂亮哦，哇这牛肉好那这么胖哦，煮给你吃。我都觉得父母真的好伟大，就是。都永远先想到子女，然后自己都很简单，然后都安利的后摩公贝摩公贝就舍不得。其实不是他不喜欢，是他舍不得你做这些花费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妈的物欲真的比较低，她觉得东西可以用就好了。谢谢。可以发来给我们翕一个啦，来啦，真是系啊，要不要翕一个？对啊，搁翕一个吼。我是咩？今仔日，我今仔有新娘到啊，我的人客还袂走呢，我先走啊。伊这五点外厉害嘞呢，口才好，搁人搁厉害，脚手搁紧嘞。哈哈哈！你遐细细也够讲的，嘛厉害呢，配菜洗碗巾，安尼洗菜巾菜，大行做菜菜哦。伊即两个拢足够手，哎呀，伊两个拢做过，拢足够的。人生就是安尼，哎，乐观啊，快快乐乐嘛一天。世间艰苦人嘛足济，啊，咱就是有食着苦，咱就爱知影讲这个惜福吼，安尼惜福再造福。我两个阿嫂哩，我嘛唔是教你食，我嘛有教别个。白牙迄是迄落油箱的，我嘛有交迄。啊，阮两个个性吼，属于较阿沙哩迄种。啊，我真是有在拿物件，若无我佫较阿沙哩。啊，阮这算讲较海派的，十波个性啊，都吓都谈落就猛提猛提啊，咧安尼嘿。迄个性我那有关系。袂啦，啊，这都帮助人诶。帮忙，咱能力有够遐，啊，咱都无要紧，咱。
安尼做吼，安尼心感觉足快乐的。恁若有捐出去，咱会感觉讲哦，足快乐的安尼。啊，你家己欠欠啊开啊？对啊。会啊，欠欠啊，爱欠啊。就是讲买较好个，食较好个。唔免啦，咱就食饱就好啊，唔好讲要食偌好，咱人吼。你享受享受吼，你的迄落要安怎讲？你的福报完啦吼，就无啊，嘿，啊，所以就是食饱就好啊，唔免讲食偌好啦。你较头重，是讲我拄个就足少个嗯。啊！你看这几天呢，这医疗费嘛拢差不多过啊，唔到几礼拜啊。这还阁有咧，三张才二十块呢。你嘛，就欠袂定。无啦，伊就安尼卖呢。你这就爱欠啊，一惊就煮着，甲食穿拢无欠呢。啊，物件阁有少付啊，啊，阁袂讲煮甲伤济倒掉啊。袂讲就应该讲哦，安奈每个倒拢欠多一项安尼。欠裤、欠衫、欠鞋啊、欠皮包啊，装潢100万都无看到啥。啊，你去佚佗嘛几啊万呢？安那就家己钱摕来管啊，莫去钱去高高咧拼。我讲个，会你看着就好啦。有钱个人就讲较舒适、较水啦。啊，你若无讲咱像咱无咧做生意个人吼，会当过个人呢，你就安尼简单就好啊。啊，那有去关农洞？关农洞，咱是讲趁咱家己关。对，咱要穿要用有够，啊，无去倒佚佗，啊，厝无装潢，把这钱欠起来，甲摕来管。对啊，迄个装潢你看，迄装潢100万，你算啥？你敢会起来？100万，你即摆只要卡袂拢200、300的，无嘛啊200外。看你迄什么电马拢用到要死。水钱嘛足省的，才100外块尔嘞。啊，我咧洗菜水都甲捡起来啊。我甲一个眼睛仔动。妈妈都讲，哎，你去外口，去外口坐，去看电视。要伫遮啊，遮遮热。然后有阵就说，啊，你要倒来摕粽无？要倒来摕素丸无？我讲啊，遮热呢。讲啊，袂啦，啊，遮黏咪啊。他手艺超好的，我个人素丸呢，然后佫足 Q 的，足好食，足香的，他都素。先即先做公款。好哦，李兰即马感觉，只要身体健康，赚到平安，就是上大的福气哦。也是怕怕的，现在开久了就习惯了。那十几年前还不是那么那个哈，不怎么干净呐，嘿，因为我们真的都是等了一个月再来，那个放的人他觉得说我就要给你了，他就不管是垃圾还是什么，通通都给你了。然后那我们因为不是每天整理嘛，都是一个月再整理一次，所以有时候那个真的味道不是那么好。商人有在讲说清净在源头哈，我们跟他讲，人家才会哎有稍微整理这样子。那以前不是这样哎，真的非常的味道不是很好，所以哎，我开着车子去哈，我这边看了很久很久，我到底要不要下去？结果后来人家就收摊了，就做完了。这样，我觉得我好像去了2-3个月，我才开始下去的。
就想说就做看看嘛，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呢？那时候就是又是那种垃圾大战的时候，焚化炉不要盖在我家了，掩埋场也不要再盖在我家了，然后路边都是堆的一堆垃圾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些垃圾然后呢怎么办呢？每次去看就是一大堆的，真的是有必要去做垃圾分类啦，所以就会愿意下去做这样。因为只有一台小车，由师姐跟瑞渊师姐、梅子师姐他们俩开车啊，然后带到这边来的话，我们会分类，分完的话，那个保特瓶比较干净的，我们就是把它割掉做回收，作为我们的那个环保衣啊，或是那个赈灾的那个毛毯那些。嘿，来来，你们叫小胖，这个是小胖弟。阿公叫什么名字啊？他是一个比较菩萨心肠，对整个环境哈，对人哈比较善心，大家都是好人，好，大家都是有一颗啊，就说慈悲为怀的心呐。确实，有时候做环保，我们自己也在外面哈，有时候看到真的就是说，这个地球哈，我们取之于它，但是我们不要抛弃于它，就说能够。共同维护这个地球了，尤其你说一些塑胶类的东西哈，尤其我们这十几年来，有时候看到河川这些的污染，甚至就是说我以从事农业来讲，这些甚至影响我们农业都蛮大的，所以我们大家只有发这个愿，发这个心。好山好水好地方，好地方啊！像恁讲对的代志做就对啊，环保啊，你话看，这哪等的路呀，是摕去焚化炉，有的量不能烧的，就减少焚化炉的寿命。东西要想买就买，不是想要买就买，需要再买，就不会那么多垃圾。刚开始在做，人家认为说你在捡那些干什么呢？你有多少钱呢？怎么样哈？可是他不知道说，我们其实真的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这个环境、地球啊。渐渐的哈，大家都能够认同，你看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来参与。我是觉得人有无限可能啊，也本来就觉得心里会在想不可能，可是我觉得每一次都是把它完成了啊，做就对了，不怕，就怕没得做。